开饭了，开饭了，午饭时间到。玉文不知道去哪儿了，艾伦先拿到一个，接着是艾米，韵武想抢，正好轮到他了。韵文过来了，他还知道谭奈叫他。艾米得到一个窝窝头，然后是艾伦。艾米吃的真快，还想抢韵武的。轮到艾米吃小苹果了。仔细听他俩吧唧嘴儿的声音。韵文也拿到一个小苹果。艾伦正要去抢，正好轮到他。艾米又吃完了，然后去找韵武。还把韵武的苹果打掉，差点就抢到了。艾米这个厚脸皮又过来抢，结果是给韵文的。艾伦又把韵文的给打掉了，然后顺便过去抢了半个。韵文给了艾伦一巴掌，让你抢我的。